就是我们学生，我们现在都是在课堂上学到，就是世界上面临很多的那些灾难啊这些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亲身去体验到那种感觉，所以现在带我们出去体验一下，到底世界上是面临有多少个灾难啊，或者是面对有多少垃圾啊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